哎，爸，你年轻时候跟我妈怎么好着的？想知道啊？干了，告诉你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方丈，他袈裟七彩灯，烟雾缭绕，木鱼声声，天灵灵啊，地灵灵，每天念经文呢。隔壁那座山有个尼姑庵，庵里有个小尼姑，她在看玉蒲团。她本是那未过门就守了寡的人，削发为尼后，取名叫金莲。这一天，这风和日丽，金莲去河边，她抓到一条鱼，要回家尝尝鲜。来到厨房一看，倒霉催的没有盐，他拿着沐浴盆就去隔壁山花园。这个说时迟那时快，和方丈见了面，这男未婚这女未嫁，是无法无天。夜已深还没有灯，路上很危险，小师太你留下来可能会比较安全呢。月亮高高就挂在了天边，两只红星就出墙来，夜已深山中都是豺狼和虎豹，为避邪贫僧今儿晚就给你把经验。老和尚念的是也看世界杯，第二天黄昏后，金莲把山下，思想这个老方丈，我们今晚得干点吧。昨天晚上山中豺狼虎豹真不少，炖一锅猪肾汤，我得补补他的腰。昨夜的星辰，昨夜的风，昨天晚上一对男女的啪啪在山中。奴本是好人家的贤良女呀，老方丈乃是世上有情郎啊。这一番两人是佛心未见呐，这一番两人是尘缘未尽呐。奴与你携手下山去呀，只羡鸳鸯我不羡仙呐。奴与你携手下山去呀。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思凡完美结局版。只羡鸳鸯我不羡仙。没完呢。